好，开始录制。好了，阿米果完，我们继续 GT 啊。虽然他还在跑图。我重开机。好，你重开。好累哦。感谢礼物。耶、yeah, ，我进来了。可是我好像进到公开战局。对，就是在公开战局。你们要抢哪一个啊？我可以。等下是什么啊？哥鬼。Joker。大家太平洋那些都抢过了吗？嗯。我好像就是。之后最新出的那种还没抢过，末日吧，末日还没抢，要玩看看吗？不要了。可是末日可能要玩蛮久的哦。下去吧。嗯，那就抢前面的。好。要玩第几章？我在公开战局，你们还可以直接加到我这边来吧。在我腰，杰瑞等级一，嗯，怎么可能？我看你一等啊，对啊，哦，跳错等级了，他还在读取78，我怎么进啊？哦，我这腰应该可以，哦，有了。等他进，他进关，他进说重开台，重开机啊！哦，你又没听到，还是他刚刚是关台的时候？安安，安安，刚聊到你。正常的啊，聊到我，对啊，什么？什么东西？说你关台的，对啊，啊、哦，没有开台的，有了，正常了，正常了。所以我们要抢哪一张？都可以，那就第五张，太平洋。来，好啊，那个的话，我就不太会怎么技巧咯。最后的时候，我只玩过两次，我也没玩过很几次哎、欸。没关系，我们就稍微研究一下。嗯哼，而且他最后是不是原本可以用自己车的地方改掉了？对啊，只能用他们的车了。啊，是啊、哦。嗯，如果你用自己的车的话，可能会被 ban， 被锁。会被 ban 哦，哇！这么严重？我最后听到的结论是这样了。再叫安安。欸，应该是开到抢完结啦，最少也是十二点。抢太快的话，可能是十二点；抢慢一点的话，就是加班。很会加班，我觉得。嘿，应该会加班吧？嗯 ，GAT 哦，打错了 ，GAT，、欸、我打错了，太刚笑得很累哦。啊，好累啊！啊，我撞到树了。徐总，对徐总。
借我一台车。GAT 86欸，真的假？真的欸，哦，这台86太好弯了吧？发生错误。Your son James, he's a good kid. 第三名，你是说那个积分吗？啊，不要去玩那个积分啊！太可怕了，真的啊！不要去玩那个积分啊！你们真的要玩积分，把那个钱直接汇给我好了啦。你们玩那个积分的钱真的是不划算啊。对啊，你们这边我们聊天室这边如果想要的话，其实可以直接给我就好了。黑啦黑啦，直接给我啦。或者是你要买的实体，不是给东西，不是给钱，给实体我也可以。哎，例如赞助个泡面啦、啊，或者是米啦、啊，或者是来个饼干也不错啊。对啊，饼干呐，来点饼干啦，汽水啦，洋芋片啦、啊。对啊。对啊，我也想看看洋芋片吃不完的感觉是怎么样啊？对 啊不要那个衣服哈，衣服不需要，他们衣服很多，衣柜已经太多了。我是真的饼干吃不完的啦。对，水果、啊，水果，可是水果我不喜欢吃水果。你可以吃点别的水果啊。啊，对啊。等一下，小心！你刚说那个水果，我知道你有特别意思。对，你想说什么？第一名有什么东西？第一名有头框跟奖金。然后那个头框只有一个月哦。对。还不错啦，一个月的特殊头框，嘿，特殊头框。送牛排可以啊。之前我从亲戚那边拿了一整袋，他那边刚好是做夜市的那种。嗯，他就拿了一整袋牛肉，说给我们，就是中秋节烤肉的时候顺便烤。然后就说：“哇，这肉从哪来的？”他拿了不几公斤哦，很重很多，然后才大概1500块，很多哇，几二十片，很厚那种，好棒哦，很爽。好爽、哦。那么哈密瓜其实也不错，哈密瓜蛮贵的，说实在。我要加远月那一个，加我标题还没改对呢，感谢。有吧？我标题改了吧？啊，是我还没改，抱歉。不改，总是在我这边讲你标题没改啊。抱歉，我改。哦、oh, ，YT 吧 ，YT 怪怪的。嗯，感谢礼物。哦，喉咙痒痒的，笑到笑过头。其实到时候我们可以试看看，像那时候我们去邮局的时候，邮局有说，如果你怕地址怎么样的话，你可以在邮局那边增办一个。邮局的一个小信箱，对啊，邮寄账户吧，邮政信箱。还是之后，如果我们反正我们三个住一起，就一起办同一个。对啊，对啊，一年才300多块啊，还蛮便宜的啊，300-600忘了。可是就是一段时间你要去领啊，如果是送食物的话，就你一定要马上去领。对啊。二头画面怎么卡在电梯啊？哦，好了，你进来了吗？进来了、啊，我没有吗？我进来了。有哇，这边好多人哦。就一个是我的之前一起玩，算是干爹观众，应该算观众啊。另外一个不认识，不认识。这是公开战局啊。对，这个战局有点卡，我卡在那个。哦，对啊。难怪我刚刚跑那么久，还是要开一个邀请战局、嗯。对啊，不是把牛排塞进那个邮政信箱啦，嗯，会臭掉啦。邮局，你们要寄要直接拿去邮局
记啦。哎、欸，邮局有那个冷冻的吗？有低温采配吗、啊？所以你要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What you need, boss? Some wheels? I can bring them round. 就第五章喽。为什么暴君已损毁？你把我暴君弄坏了。不是，那个是波及到的。哦，对哈，有印象了。嘿。要谁开？啊 ？MMI， 谁开那个？你会开吗？在按电铃。你在我家按电铃。我在按电铃。等一下，我人卡，我画面卡在电梯这边呢、啊。哎呦，滴滴滴滴。等一下。滴滴。让。OK。你怎么老进车库啦？因为我在车库啊。哟。上去开，开我家开啊，那就是我、啊，那要我开吗？你行啊，好了，我开的。可，你看电梯是有人是不是 ？Hello， 电梯。我刚进去。等一下，电梯还没到啦，等一下再叫啦。感谢牛排。那好了，到了。哎、欸，我帮你开门，可是我好像没权限帮你开门，算了。等一下，我还在卡在那个画面呢，我还在画。等一下，可以了。等一下，来，进门。嗨，嘿，你看我脸帅不帅？对，我眼镜先拿到，我没关系，等一下看得到了。可以。嗯。第五章吗？第五章啊，10万哦，10万开启要10万，好，好喝，这个苹果汁还不错，可恶，好想喝苹果汁，苹果汁还不错，嗯，哎，这苹果汁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怎么喝了开始忙，开始雾雾的啊？听说睡觉前喝一杯苹果汁再去睡觉，我能爆炸怎么回事？你会梦到？哎，天啊，我要到说人了，哇嘞！哎、欸，等一下，这苹果汁怪怪的，啊、有苹果汁，有苹果汁有毒啊！我们可以进来了，我进，好，快进来，我要说人了，来，要说人，快，我要说人了，我这苹果汁，我在走了，苹果汁有点慌。等一下，我再走了。我来了，我进来了。哦，我进来了。要。要买东西吗？要赶快买啊！我好了。哇，这边都大大。什么大大？大大。大大什么大？谁大？大就是苹果汁。我刚才说。睡觉前，如果你喝苹果汁的话，会梦到，开心的梦，开心的梦，对。嘿耶，嗯，对。莱斯特站起来了，我昨天就是讲这个、啊。莱斯特站起来了。You all look good. How do I look? 因为昨天姚叔要下那个下洋洋，我说你去跟他讲莱斯特站起来了。可是洋洋知道莱斯特吗？知道啊，他常打给他不是吗？该吧。We all love banks, especially the big ones that take big risks, because they just know that if they went under, we'd all be dead, too big to fail. Great idea. Let's put it to the test. 直接跳过好了。啊，我们不需要。箱型车。取得配备的，我们可以稍后改。好，要找箱型车那个，没有，是找宝可梦。找宝可梦，对啊，对对对对对。你还要去扫看看那一只宝可梦是不是你要的？对啊。啊，导航员，我不知道玩什么，我就随便。好。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感谢艾琳续订。我消失好久，我每天都开，我消失好久啊！等一下，阿金，你消失好久，真的假的？哇，你好久没开台了。原来我睡觉过了十几年啊！哇，有那个啊？有那个吗？不知道，没有。我的聊天室说网络那个吧。嗯，这是谁？这是谁？哎、欸，我画面卡住了、欸。他既是车手吗？画面卡住。啊，找车手啊。好，那我跟你。画面卡住，跟你们。画面怎么卡？还在你家哎、欸。我卡在我跟里面的画面。我的地图还没显示出来。啊？我看到我。哎、欸，因为我开的关系吗？还是因为公开战局的关系？到哎、欸，我们是已经开始任务了吗？是啊，但是任务提示什么都还没跳出来。欸、对耶，是不是因为我跟繁星还没读进去？应该是。对，后面好白啊，什么都没有、啊。音乐已经出来了。对啊，听到音乐啊。是没画面啊。对啊，我连准星都不见了。我也没看到准星。哎、欸，要重开吗？重开吧。那个界面跳不出来啊、欸！我连手机都开不出来、欸。对啊，发什么事了？阿纪，来，打不了啦，我记得打不了。那只能用撞的。对。可恶，我血啊！我不知道，我看不到我的血条。哇！工作管理员。哎、欸，再一次，我知道怎么死。哎、欸，我的车下去啊！我操！哎，这太扯了，这个太扯了。结束工作。啊，所以你们现在看到你们在公开战局的画面，没有进来？没有，在你的房，在那个准备室里面。然后你们可以走来走去这样子。没有，就是在看到房子的图而已。没有用这条哦，反正是关了吗？我关了啊。哦，好，我还没死哎、欸，为什么？知道了，我要开一台车把射爆。我也重关掉，退出 GTA。有了，重开了，失败。离开队伍，队伍失败。我看到杰瑞繁星离开。对啊，他们冲开了。好、啊。嗯，10万都花下去了。啊，没关系啊，他也可以直接开始吧，没差。对啊，他不会，他还会有那个啊。嗯嗯。还是要重开个邀请战局。要吧。好啊。那邀请战局感觉比较稳，没有啊，抢车站就是抢到人家的车之后，还要踹人家屁股一下再开车啊，这是基本礼仪。不要这样，我跟你借车哦。对啊，借车哦，送你一个印章，啪。每次要读都要读好久。这个谚语是不是好几个啊？我之前好像看过你的名字。你现在后面会有个四，是第四个账号了吗？陈彦宇 ，Your son James， 看到了。Good kid， 感谢追随。Good kid， 怎样？你也看到这个人吗？他追随了，嘿。这是不是第四个账号啊？屁屁。来看猫。Damn， this nigga must got the baby dick。Yeah。遇到我的时候可以这样做，那你首先你要先抢到我的车，然后不是被我打死，还没有被你打死之前，我们现在在公开战局，我们怎么在公开？不猫，你不要跑，你会被车撞。不要，你回来。完了，那只猫。那音乐开吗？要怎么开个新战局啊？哇，开线上模式，跑到故事模式。喂。你有看过猫被撞，然后倒在地上又爬起来跑的吗？啊，嗯，你知道没有啊？这就是少一条命啊！
他剩八条。No no， 我追了他九条命为止。等一下哦，我开一个线上。哎呦，想撞我啊！我开邀请战局啊、哦，仅限邀请。好。好。他剩八滴。八条。他剩八条。哇！邀请战局快多了，马上就进来了。来来来来，我来邀你们，我来邀你们。好友 ，Come on， 谁搞这个？送出，嘿嘿，Damn， 送出 ，This nigga must got the baby dick。送出，好了，哦，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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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游戏，加入游戏，快跳出来，快跳出来，快跳出来！怎么了？要谁的弯？哎，躲警察这。对。噔噔噔噔噔！GTA 线上模式，载具折扣与升级啊！对了，我记着啊，对，我想买那个暴君，看一下，再来看一下暴君多少钱？暴君好好玩哦！你说那台车子啊，摩托车？飞天摩托车。暴君 Mac Two 要290万，290万可以打折，打折过后的是290万，才打折哦。没有啊，你要完成特定任务才能打折、啊。哦。然后没打折的是380万。哇。这是二代耶 ，Mac Two 哎。现在二代好帅哦。传奇那个是一代二代。一代吧。对的。因为他二代好像没有轮胎，他就是直接一个那个类似飞机的那个。尾巴的那个推进器在你的摩托车底下。哦，像我这次，哇，拥有一辆金泰卫员。金泰卫员又是啥？目前只有看到愉悦。摇一下，好友。哎呦，亮金泰。天气在跑了。金泰。我怎么看到繁星等级是 V， 然后杰瑞等级是一等？他读取一下。哦。哎呦呦！员在哪里啊？哪里有金泰卫员？装理车？武装理车有没有那个防弹啊？太平洋围观。就第五章啊。第五章，后面好像还有出什么末日抢劫。末日啊，那就还没玩过。末日我是跑完了啦。嗯。没。怎么了？怎么了？没事。怎么了？咚咚。妖。进来了。来了。为什么看到？哦。嗯。我看到后面是杰瑞进来了，然后允月进来了，然后杰瑞已邀请，两个杰瑞，嗯，哎、欸，我到了，你到了，我还没看到繁星的名字，哦、有了邀请，噔，他现在跳已邀请中，等一下，噔，你们是在同一个帮派里面，280万吗？可以买，那1000万，嗯。懒趴收逼格，对，我不好意思。蔡渣当时创的，是不是？蔡渣创的。哦，哎，繁星离开，你看，繁星，哎，队长离开抢劫，队长离开抢劫，玩家人数不熟。哇，我看繁星离开，看繁星离开，我看是队长说离开。再一次，按 Z 这个战局只有我们三个啊。对啊，繁星可能刚刚就是。